我跟你拼！我今麦够你一个机会，把我的皮切了。你到底当真？感觉怎么样？你敢讲拢无感觉有一点点的心？不可能，这不是真实的，当然不是真实的。你根本不是我的后生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叫三十几年的爸爸，把当今的形势当作工具在利用。你就是知影，你早就知影，陈忠孝是当今的亲生爸爸。罗在兴，你敢会心痛？你敢会艰苦？我是为着要保护大家。你这嘛是伤害到大家！你老是忠孝为了做啥？你纯粹是我一世人看法。上天无言，少年。三立台湾台30周年大戏《天道》。东君出代志要怎做？怎么怎样做？要接受这样一个报酬啊！因只是警察局，要去黑市投顾，应该是要找陈忠孝。陈忠孝，呀！好，东君，东林，那个囡仔，你到底在哪里？看爸手机定位，伊人应该在家。爸，你这么个囡仔这么大了，兄弟，我袂放你耍。少年呢？你敢在？就是咧等这个上好的时机啊！你千算万算嘛算袂着，无真错。你是唔通甲我讲，你是要过来关心你的查某囝甲囝婿？我是就一挂人啦，做代志无得老好话，就是讲后事，慢慢会不要惊清楚。所以你就即马甲因村的遐个假蛋，你就要甲利用煞蛋，你甲归去？我的查某囝，我甲你讲。阿妈，不要！即马当爹就惨你。我想要战争，就让你输个心排面的。同学，同学，不可能，这不是真实的，这当然不是真实的。我不是你的老爸，我亲身见过，你根本不是我的后生。